乌卡刷以新闻，今天的精选新闻有：刷了一总理不畏惧批评，孟古拉浪乡区转型中心将获提升，2024年沙马运会及马禅运会火炬传递来到第十站，就在西连。2024年沙拉耶马运会以西连会展中心为韵律操项目的场地，达雅街游行为加强团结的媒介。2024年达雅街游行精彩呈现四个组别，三名优胜者尽显独特魅力。大家晚上好 ，Salam Sarah Majul Makmu， 欢迎收看6月16号星期日的乌卡刷译新闻，我是嘉欣，马上带你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沙列总理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博士强调，当沙拉耶在他领导下实现快速发展时，他不会害怕和忽视任何试图破坏他的声音。事实上，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反之推动他坚定地朝2030年沙拉耶繁荣愿景前进。因此，他呼吁沙拉耶人民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而应该集中精力继续与沙政府领导层并肩作战，发展沙拉耶。Jadi kita ini kerja saja. Ketua masyarakat, konselor kita kerja. Jangan peduli hal orang luar. Yang kini itu ada memang menang. Kalinya jelas, dengki. Negeri lain ni ada pendapatan 13 bilion.Ya ada, campur semua negeri ya, saya dapat ngalah Sarawak. Campur semua. Sebab kita kerja kuat. Kita kerja. Rezeki siada datang bergolek. Rezeki hanya datang kita kerja kuat. Hari itu kita kerja kuat, kita melihatlah apa yang dapat kita bantu di kawasan itu.沙总理是今天出席瑞郎县达雅街卷席活动及致辞时表示的，同时也是瑞郎立法议员的纳杜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博士也补充，他很高兴能够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继续帮助沙列人民实现发展的愿景。另外，他也表示，良好的健康状况也使他能够继续领导沙拉耶，并寻找推动沙拉耶进步的方法。Ini Tuhan beri pada saya. Jadi kita kerja saja ikhlas. Mau tolong orang, Tuhan tolong kita. Saya sihat kerana itu. Dapat je saya jalan-jalan. Pergi ke Australia, pergi ke Poland, pergi ke Bangkok. Ngajar orang, kelakarkan orang. Bangunkan negeri Sarawak.其他出席嘉宾包括沙公用事业及通讯部副部长纳杜阿杜拉曼朱乃迪、沙副政府秘书纳杜莫哈莫阿杜拉赛迪尔、巴丹沙龙区国会议员罗迪亚、石文兰立法议员欧拉德里斯、沙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顾问纳杜斯里莫哈莫纳鲁丁、沙总秘书首席政治秘书法兹鲁丁以及哥大萨马拉汉省长穆哈默伊万等等。孟古拉浪乡区转型中心将展开提升工程，为当地居民提供舒适的环境。沙总理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博士表示，这项举措是因为考虑到当地仍然没有宽敞的场地来举办大型的活动。Saya kata boleh lah kalau ada tempat tanah.Kalau dia nasabi, you cari tanah. Kita boleh dan kita mula balai yang lebih besar dari itu untuk kawasan itu lah supaya kita dapat berjumpa.2024年沙马运会及马禅运会火炬传递来到第十站，就在西连。沙总理是今天出席瑞郎县达雅街卷席活动以及致辞时表示的。同时也是日朗立法议员的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博士也希望这项提升工程将在明年初展开，让乌鲁日朗区的居民受益。此外，沙总理也提到，沙拉越的财政状况目前处于良好的水平，政府可以为这项项目提供拨款。那个啊，当然了，
dari kita penerbatan beri balik dengan wang situ lah malah dewan baru。另外，在活动上，沙总理及嘉宾受邀进行达雅节传统习俗以及卷席仪式，象征是为活动主持推展仪式。2024年沙马运会及马禅运会火炬传递来到第十站，就在西连。今天在西连沙政府行政中心举办的这项传递火炬竞跑活动，获得900名参与者参与。格鲁立法议员兼沙食品工业园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纳杜马丁鹏为竞跑组织挥旗礼。这项活动在早上七点开始，以健美操掀开序幕。随后，两名沙乐越体育人物，也就是前国家女子曲棍球运动员 Lisa Ludong 和国家健美冠军 Buddha Ancha，带领火炬传递竞跑全程 4.05 公里。同时，达拉立法议员兼沙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长纳杜斯里罗伦沙加过后将第21届马运会火炬传递给上述两名体育人物。其他参与嘉宾包括沙副政府秘书兼第21届马运会首席执行员纳杜许赞奇、沙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常务部秘书纳杜陈月花、西连省长卡罗琳以及沙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常务秘书多哈迪。西连会展中心 SCC 已经准备好作为八月举办的第21届沙乐越马运会苏马的运力操比赛场地。沙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长纳杜斯里罗伦沙加表示，这项项目一共有14面奖牌供选手们争夺，同时也是达拉立法议员的他也表示，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职等待着运动员抵达。Di sini semua sudah siap. Kita hanya tunggu atlet yang datang.他是今天在西连会展中心举办的2024年沙马运会及马禅运会火炬传递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的。与此同时，沙副政府秘书兼第21届马运会首席执行员纳杜水赞奇表示，届时将有200名运动员及200名技术志愿者将居住在西连。Jadi untuk Sirian memang sudah maklum adalah acara gimnastik artistik yang akan diadakan dalam dewan ini juga iaitu Sirian Conference Center. Jadi yang melibatkan 14 medal. Ya. Jadi ini adalah di Sirian lebih kurang 200 orang atlet dan juga 200 orang teknikal sukarelawan. Jadi agak 400 orang.Jadi mereka akan berkampung di Sirian, bertanding di Sirian untuk 4 hari lah.由不同族群参与，包括伊班族、比达鲁族、乌鲁人和卡达山杜顺社区参与的达雅节游行活动，成为进一步加强沙乐越团结的媒介。沙乐越副总理纳杜阿玛道格拉斯表示，一共有110支来自各族群及宗教代表的队伍参与游行，展现了高度的团结精神。And a beautiful scene where people.Of all races in Sarawak, celebrate Hari Gawai. Part of our way of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unity in Sarawak. 他是昨天在2024年达雅节游行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的。另外，沙总理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博士也受邀为这场在古晋和平公园举办的游行主持推展仪式。同时，纳杜阿玛道格拉斯也补充，尽管游行期间下起倾盆大雨，但无阻游行队伍的热情。3700名参与游行者不畏惧风雨完成游行，象征这沙乐越无论炎热或下雨都继续前进的精神。尽管突然下大雨，但丝毫没有影响110支2024年达雅节游行参与队伍的精神。他们展现高昂的精神，为民众带来精彩的游行。当天，沙总理纳杜巴丁与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博士也参与这场游行。另外，沙副总理兼沙达雅节庆典主要筹委会主席纳杜阿玛道格拉斯颁奖给四个组别，也就是比达鲁、伊班、乌鲁人以及其他组的优胜者。
冠军获得5000令吉的现金，亚军则获得3000令吉以及季军2000令吉。在比达有族方面，钢棒、德马度、民众休闲及多用途礼堂管理俱乐部荣获冠军，而亚军及季军分别由石龙门新盖原始习俗传承人协会以及比达有达雅国民协会色拉比分会获得。在一班组方面，2024年母中拉班获得冠军。另外，亚军及季军分别由沙达雅妇女协会及肯亚兰达雅文化协会获得。在乌鲁人组方面，沙肯亚国民协会荣获冠军，而亚军及季军分别为沙加样人协会、古晋分会及沙加样妇女协会获得。至于其他组别，则由沙农业俱乐部荣获冠军，而亚军及季军分别有沙卡达山杜孙文化协会及皇家游骑兵勇士获得。以上是今天的乌卡刷语新闻，我是嘉欣，我们再会。预知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浏览乌卡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同时也时刻关注乌卡的官方网站 ukas.sarawak.gov.my 和订阅乌卡 YouTube 来获取更详尽的新闻。